美国作家索尔贝楼的《晃来晃去的人》。二十世纪多灾多难，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无数人丧生，人类的生存面临巨大的威胁。二十世纪同时又科技和经济发展迅猛，人们的身边源源不断地充斥着各种高科技产品。只不过随着人们物质生活越来越丰盈，人们的精神生活反而日益贫乏起来。因此有人开始迷失，有人陷入困扰中，惶惶不可终日。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文坛出现了一位经典大师，他就是索尔贝楼。晃来晃去的人是索尔贝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本书将带领我们去了解一个待业在家的人在等待应征入伍这段时间内的全部心理状态，从而向我们展现出一幕幕生活在冷漠而强大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所面临的一些精神危机。1999年12月23日，84岁的索尔贝楼迎来了他的第5个孩子，小女儿内奥米·罗斯是他和第5任妻子珍妮斯·弗里德曼的爱情结晶，这在当时的世界文坛可是一件大八卦。他前4次的婚姻都以不欢而散告终，给自己和他人的心上留下了久治不愈的伤口。贝楼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理性总让人误以为他的婚恋经历带有某种特殊的性质，有人说他是带着对女性的困惑一次次走入新一轮婚姻中的。他一次次相信经过自己反复思考可以降低婚姻失败的风险，这显然不合情理。其实贝楼并不在意外界对自己的评论，只是已然年迈的他还是产生了一丝羞辱感。多数时候除了听任别人评判，他没有丝毫回嘴的余地。但是抛开贝楼的5次婚姻生活，单从他的小说来看，我们会发现他是一个很会处理岁月给人留下痕迹的人。他的小说中有对生活的洞察，有对未来充满善意的展望，重要的是每一个阶段他都可以写出与当下生活相匹配的作品。在他30多岁的时候，他笔下的主角敢于冒险，但也不乏浪漫，他们热爱自由，擅长给生命唱一首赞歌，他们大多最终都可以得到命运的回报。而到了50岁，他毫不掩饰地对自我加以检讨，这时候尽管他笔下的人物开始处处碰壁，精神世界也开始失去力量，但他们并不会就此认输，最终通过思考重新找到新的路径，找回曾经失去的活力。而到了晚年，尽管贝楼笔下人物遭受的精神折磨依旧存在，但他们却愿意带着曾经所受过的伤害前行不辍，并把那些经历化为自我人格的一部分。贝楼就这样让自己跟着作品一起成长，从出发那一刻开始不离不弃了60年。尽管贝楼写出了如此多的作品，但其实一开始他的作家梦并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父亲不但不鼓励他，反而总是讽刺和打击他。因此在追寻梦想的路上，来自家庭的压力一度让他痛苦不堪，而不被理解的孤独也就成为他少年时期挥之不去的阴霾。可越是这样，贝楼越是坚持写作，以至于走出书房时已大汗淋漓。他就这样把自己的智慧放进作品中，心甘情愿地呈现给每一位倾心他的读者。终于他在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评论我们今天这本《晃来晃去的人》是这样说的：写晃来晃去的人，即没有立足点的人，过去式，而且在不小的程度上到今天仍然是贝楼创作中的一条重要座右铭。这部作品甚至在他的所有作品中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这是因为这部作品的主要灵感来源和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有关。早在1942年6月，贝娄就被列入征兵的名单，但因为体检不合格等因素一直被拖延。在这段时间内，他一度辞去了学校的固定工作，一边兼课写作，一边等待应征入伍。直到1945年4月，他才报名参加美国国家商船队，并被分到美国服务部大西洋总部，从而结束了自己的等待状态。在晃来晃去的人中，贝娄就以日记体的形式展现了主人公约瑟夫辞去工作，在家中等待应征入伍这段时间内所出现的种种精神危机。一开始，他想利用这段时间好好休息，独自享受个人自由的时间，再去经受军队对自己的磨练。但是他却越来越发现，自己不会享受孤独，连带着侵袭着他的还有自己的孤独苦闷情绪。在那一刻，不仅友谊的价值让人心生怀疑，家庭以及人生的意义都让他愈加困惑起来。最终，他以提前入伍结束了自己晃来晃去的日子，这样他就可以不再对自己负责，他为此感到喜悦。他为自己可以掌握在别人手中，可以卸下自觉的包袱感到轻松，为终于取消自由，为有规律的生活，为精神得到监督而欢呼。约瑟夫的结局是不是让他完成了自我拯救呢？我想，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作者贝娄的目的是让我们在遇到困惑的时候，可以跟着他笔下约瑟夫的步伐，一起去寻找一处心灵的栖息地。重要的是这个探寻的过程，而并非结果。实际上，在作家诺曼·马内阿所著的《索尔·贝娄访谈录》一书中，贝娄就曾坦言道，他有答案也有问题，但是从某一个时刻起，他不再寻找定局，寻找最终的解决之道。贝娄能让一些问题与自己共生，并逐渐接受了某一既定事实。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需要努力使一切变得尽善尽美，我们每个人也都很难容忍自己的缺陷，以至于想要去摆脱它。当一个人情绪不好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会让别人反感，很可能会压抑住自己的情绪，做一个表面上开心的人。但是这种处理办法是危险的，因为束缚住自己的问题，自己并没有从心底接受，而越是对其加以排斥，离问题的答案也就越远。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每个人的活法都有属于自己的版本，在更多时候，他人的生活版本一定不适合自己。只有接受自己的生活版本，接受那些版本下的不完美，才可能看清更深层的东西。那么自己所面临的精神危机也才可能从暗流涌动的海底稍微探出头来，并获得一点新鲜空气，得以让自己继续面临新的挑战。我们将一起走进《晃来晃去的人》这本书，通过主人公约瑟夫去了解现代人的种种精神危机。晃来晃去的人一书中所写的世界原本远离战争，但因为他营造了一种强烈的战争气氛，所以被人看成是最优秀的战争小说之一。就连大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也称，这本书不仅是战争时代非战斗人员经历的一个绝好写照，还是对萧条时期和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整整一代人心理的一个最忠实的证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看书中主人公约瑟夫对自我内心世界的剖析。我们的主角约瑟夫是一个生活在芝加哥但并未取得正式国籍的犹太知识青年。他辞去美洲旅游局的工作，等待应召参军已经有7个月的时间。等待让约瑟夫越来越觉得心灰意懒，因此他只能靠着写日记抒发自己的苦闷情绪。
约瑟夫的生活千篇一律，在房间一坐就是十个小时，而他的妻子艾娃则是一位通情达理和勤奋工作的女子。在约瑟夫晃来晃去的时候，艾娃不仅无怨无悔地供养着他，还经常买书给他，并鼓励丈夫继续阅读。但约瑟夫自己却发现，他越来越难以集中精力阅读，甚至有时候读上几段或者几句话就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尽管妻子用这样的方式支持着约瑟夫，但他却觉得自己和艾娃正在疏远。这主要表现在很多事情上面，他选择隐瞒妻子。约瑟夫不仅和妻子的关系变了味儿，他和朋友的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更重要的是，在约瑟夫意识到维持他和朋友关系的主要纽带已经断裂时，他也并不急于去修复他们，因此他感觉到的只有无尽的孤独。在这样的情况下，约瑟夫甚至开始期待生活中能够发生一些微小变化，这些变化可以是女佣的敲门声，邮差的一次露面，或者是头脑中灵光乍现的思考片段。也许有人会说，既然都那么无聊了，怎么不重新去工作呢？实际上，约瑟夫想过要去工作，但是这个想法很快就在他不愿意承认自己不会享受自由的情况下被自己否决了。因此，约瑟夫只能任由自己在等待的过程中，意志越来越消沉，人也越来越堕落。当等待的时长失去了控制，约瑟夫突然发现自己身体里积累的毒素越来越多，并且开始腐蚀着他本身所具备的慷慨善良的天性。这些毒素是指无穷的烦恼，满腔的怨恨。他不想自己被腐蚀，于是找各种理由出门，但他早已习惯出门不去太远的地方，活动的范围也不会超过三个街区。他太害怕碰到熟人，害怕面对他们露出的惊讶目光和对自己寻常问短的好奇心。可就算是他挖空心思去想出门的理由，一天也很少出门超过四次，其中三次是吃饭。在吃饭上，他也养成了一种习惯，轮流去往不同的饭馆。他这样做是避免自己和一个地方混得太熟，他实在不想和那些广告员和收款员假装熟络。可即便是这样，他一天的大多时间依旧是在屋子里度过。从晚上到白天，从熟睡到醒来，他的心理上也经历了从纯洁到污秽不堪的改变。他尽力想要找些事情让自己分心，他想了解天气，似乎只需打开窗户，他想认识世界，翻开报纸就可以做到。他更多时候感觉到自己好比一个家庭妇女一样，他观察周围的邻居，发现房东太太因为生病卧床不起有三个月了，房产的一切事宜都交给了他的女儿。当约瑟夫在听收音机的时候，房东太太的女儿出来干涉，要他不要把收音机弄得太响。而住在约瑟夫隔壁的万纳克先生，不是咳嗽就是在咆哮，似乎在有意引起别人的注意。最让人反感的是，万纳克先生上洗手间从不关门。但这种观察也并没有给约瑟夫无聊的生活增添一点色彩。他虽然说不出如今的生活有哪里不好，但是一种无名的迷茫和懊恼情绪总是时时侵扰着他。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是战争下的牺牲品。而在这种时候，他的岳父阿姆斯塔却病倒了，妻子艾娃因为嫌弃自己母亲笨手笨脚，所以就要约瑟夫去帮忙照顾。去到岳父母家的约瑟夫很快就产生了一种不适感，不仅岳母的唠叨让他感到厌烦，而且岳母还把他没有工作在等待参军的事情告诉给了很多人，他觉得岳母丝毫不在意自己的面子。因此他当着岳父的面说，自己如果和岳母那样的人在一起，他会觉得受不了。
这样的说法让岳父感觉尊严尽失，十分生气，所以他和岳父母一家的关系也变得十分紧张起来。约瑟夫的经历似乎是在重现现代人的一种生活状态，那就是孤独。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大肆盛行，让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交流也变得异常困难。大家按照自己既定的路线生活，任由孤独成为常态。在约瑟夫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包括精神苦闷、孤独、极度压抑等不为人理解的情绪。即便是亲近如妻子，本该是家人的岳父母，也很难理解他的情绪。更重要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似乎对任何事都缺少话语权。面对别人对自己人生的干涉，他只有忍受这一条路。他缺少话语权，让自己长期的等待状态失去了突破口。因此，看似可以随意走动、十分自由的他，实则在心理上并没有享受到真正的自由。这种落差与他想要追求绝对自由的想法相违背，这种负担最终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而在他主动和这个世界断开联系的时候，孤独感也进一步吞噬着他，导致他的精神世界也开始和外界世界相隔绝。久而久之，他就和社会开始脱节，这种脱节使他有了获得自由的假象，并最终变成他无法忍受的负担。而人一旦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就需要自我拯救。我们要对自己进行检讨。检讨不仅可以让我们在对这个世界产生怀疑的时候，让我们找到一个新的方向，还可以让我们在颓废浮躁的时候，给我们的心灵以洗涤，从而让我们看清未来的路。我们一起见证了约瑟夫在等待入伍这段时间里，他和外部世界存在着无法弥补的裂痕。他即便是和妻子朝夕相处在一起，也做不到坦诚相待。他即便是到生病的岳父母家照顾病人，也感到无比的拘束。直到约瑟夫尽管行动自由，但在心灵上，他越来越感觉到被禁锢。妻子和他生活在一起，他无法做到推心置腹，去照顾生病的老人，他感受到的也只有束缚。我们看看约瑟夫还会遭受哪些经历，以及经历带给他的思考。约瑟夫在感到自我心灵被侵蚀的情况下，他开始找寻一些出路。在妻子的坚持下，他去参加了一场晚会，但晚会上发生的一切让他感到震惊。晚会上，先是约瑟夫那些熟悉的朋友一个个来向他打招呼，他的很多朋友都是晚会上的活跃分子，但能和约瑟夫聊到一起的是作为他的最好朋友阿卜特。两人曾一起读大学，在一个屋子居住，只不过后来因为政治的一些原因，他们开始变得疏远，之后才慢慢重归于好。晚会上遇见彼此，他们开始聊自己对战争的看法。接着，约瑟夫放眼四周，开始观察晚会上那些形形色色的人。他突然有些疑惑，不明白人与人参与到集会中去的意义到底在哪里。经过一番思考，他开始意识到，人类之所以出现在聚会上，完全是为了发泄自我淤积在心头的烦闷，让那些遭遇过的痛苦和磨难、仇恨和热望都可以得到暂时的解脱和排遣。而他眼前的那些人也只不过是借着晚会发发酒疯而已，这其实是在互相摧残彼此心灵的过程中获得短暂的快乐。实际上，晚会越到最后越让人感觉到无聊。为了提起大家的兴致，人们不得不重复老掉牙的节目。参与晚会的人同时起哄要晚会女主人接受她曾经恋人为自己施行催眠术来供其他人取乐。也许连女主人自己都没想到，结果她会遭遇到肉体和心灵上的巨大痛苦和煎熬。
看到这一切的约瑟夫还没等晚会结束，就和已经有些醉意的妻子回到了家中。晚会过后的一连几个月，约瑟夫没有再接到朋友的任何问候，他觉得朋友们相继抛弃了他，这让他一开始对周围事物建立起来的种种看法好像都失去了意义。此时约瑟夫的哥哥邀请他去家中过节，只不过去哥哥家做客不仅没有让约瑟夫烦恼消失，反而加深了他的忧虑。约瑟夫的哥哥大他12岁，两人从来没有亲近过，他们在很多事情的看法上存在分歧。他的哥哥一开始在交易所当通信员，不到25岁就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成为了一个有钱人。哥哥的成功是全家人的骄傲，其他人也享受这份荣耀。一开始哥哥也乐意在家中担任一个保护弟弟约瑟夫的角色，只不过随着约瑟夫成为一个激动分子，哥哥在不理解弟弟追求的情况下索性放弃了对他的保护。再加上一直以来哥哥都希望约瑟夫娶一个有钱人作为妻子，约瑟夫没有按照哥哥的想法照办，这加深了哥哥的失望之情。在这之后，约瑟夫甚至还果断拒绝了哥哥为他安排的工作，而且选择了一个在他哥哥看来十分卑贱的差事。约瑟夫的种种行为加深了哥哥对他的不理解，因此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两人都选择避而不见。之后还是在妻子安排了一次调解后，兄弟两人之间的关系才得到稍微的改善。实际上每一次见面，哥哥对约瑟夫的质问，那副神气的样子都令他感到厌烦，哥哥给他的感觉只有粗鲁。这一次的见面，哥哥对他的失业表示关切，之前也有好几次哥哥寄给了他几张巨额支票，但约瑟夫很快就还回去了。但是这一次的聚会，他却和自己的侄女艾塔发生了不愉快。约瑟夫和侄女的关系原本就不好，对立的情绪一直存在于彼此之间，即便约瑟夫花了一些时间去修复两人的关系，但结果都以失败告终。这主要因为艾塔的成长环境让他自小享受到了优渥，他把贫穷看成是一种丑恶，而那些穿着低劣负债累累的人在他看来都是低贱的存在，所以约瑟夫就是艾塔心目中的低贱之人。在两人为放唱片的事情闹得不愉快时，艾塔脱口那句约瑟夫是一个要饭的人，更是恶化了两家的关系。再加上艾塔看到约瑟夫在自己母亲的梳妆台旁边鬼鬼祟祟，就断定了他是一个小偷，这种种因素都深深地伤害了约瑟夫的心。尽管他心知肚明自己在梳妆台前只是为了找到一枚别针，把一笔钱放进一个妥善的地方，以此方式来还给自己的哥哥而已，但遭遇到这些事情之后，约瑟夫对自己的处境越加感到怀疑了。但好在他慢慢意识到自己遭遇的烦恼其实就像身体上的疼痛一样，能够让自己意识到自己还活着。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当我们在生活中不再有什么可以支撑、吸引和激励我们时，我们会怎么办呢？约瑟夫的办法就是走进自己追求和向往的生活，甚至宁可遭受窘迫和痛苦，也不愿意变得麻木不仁。实际上，不管是在晚会上还是在哥哥家，都没能让约瑟夫收获到更积极的东西。他本以为参与到晚会中也就走进了自己所向往的精神群体，但他感觉到的依旧是自己与晚会上那些人的格格不入。他以为只要主动加以修复破裂的关系，原本和哥哥一家人的对立关系也会有所缓解，但结果却是他在哥哥家遭遇到了侄女的羞辱，而他几乎仓皇出逃。他一边保护着自己，一边意识到哪怕是一些小事
如今都很容易轻易触碰到自己的情绪底线。他甚至发现整个社会好像都在和他作对，这些感受则加深了他对自己处境的思考。人只有在感受到自己对一些事无能为力，自己不得不忍受一些委屈时，才会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才会思考自己的处境，并拼尽全力绝处逢生。只是很多人在还没有思考之前就陷入了情绪的恶性循环，而要踏出新的一步，唯有先打破一成不变的生活。我们知道了，约瑟夫希望通过参加晚会走进精神群体的计划失败了，而他主动去哥哥家修复对立关系也遭遇到了阻碍，让对立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追求新生活的路上一定会遭受痛苦，就如同约瑟夫在寻求改变的过程中也避免不了失望一样。那么当自己曾经认识的人失去了生命时，约瑟夫会有怎样的感触呢？约瑟夫认识一个叫杰夫的人，上大学的时候，杰夫因为追求刺激导致行为不端，最终被学校开除。在这之后，他加入商船队，并达到了海军少尉的地步。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商船会遭遇到危险，杰夫就这样出现在了遇难者名单上。这件事让约瑟夫意识到，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血肉之躯敬若神明，但却并不能阻止自己违背良心伤害别人。这件事让约瑟夫意识到，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很珍爱自己的身体，但却又偶尔做出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来。一些无良的商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不在乎自己的产品是否会给他人带去伤害，对于别人他们毫无怜悯之心。对约瑟夫来说，他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忍受任何伤害生命的行为的。杰夫的经历让约瑟夫想到了自己，他宁可在战争中死去，也不愿意分享从战争中得来的利益。所以约瑟夫决定，一旦得到通知他就立刻出发，绝不会表示出任何异议。只不过他希望自己在战争中活下去，他一点也不怀疑生命的宝贵，但他进一步联想到人的贪欲。他观察到很多人都在小心翼翼地生活，生怕自己虚度光阴。在他看来，贪欲可以有更好的东西替代，比如个人的命运感。如果找不到更好的替代品，贪欲就会像寄生虫一样，先是消耗当事人，接着把当事人吃光榨干，直到他们奄奄一息，最终失去自己的生命。正因为这样，人人才都应该为了拯救自己而负责，这样人才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心灵也顺便经历了一场洗涤。这件事之后，约瑟夫又收到了一封来信，来信的是一位名叫约翰·珀尔的人。他说起自己举办的个人画展很失败，他也说自己很久都没有得到一笔酬金了，因此约翰·珀尔不得不继续为广告代理公司工作，画一些自己有些排斥的关于暴躁的男子和头痛的办公室女职员漫画式的脸孔。约翰·珀尔在信中谈论自己对这项工作的看法，在他看来，虽然这份工作让他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卑微，让他意识到雇主的愚不可及，但也正因为这样让他也落得逍遥自在。虽然工作毫无意义，但这也丝毫不影响约翰·珀尔的思考。他认为真正的世界是艺术的世界，思想的世界，而唯一值得干的工作是想象力的工作。因为有了这些思想，才导致约翰·珀尔可以继续对生活充满向往，让他能够摆脱工作中的卑劣和沉闷。
约瑟夫为约翰·珀尔能够维护自己，能够从事充满想象力的工作而感到开心。其实，任何充满想象力的工作都可以把人与人类最好的部分加以联系。能够做到这一点，人也就不会感觉到孤单。接着，约瑟夫继续思考关于善的问题。他意识到，那些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善，也是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它通常伴随着爱产生。这是一直待在房间里与世隔绝的他所不曾感受过的。目前对于他来说，自己面对的世界是封闭的，他犹如置身于监狱中，自己的视线被一些东西挡住了，自己的未来也被一切隔绝，而囚禁他的不是别人，仅仅是一间房子。尽管如此，约瑟夫对这个世界依旧不是绝望的态度。他清醒地意识到，把世界看成绝对的好或者绝对的坏，都是不明智的。对那些认为世界绝对坏的悲观主义者，他提出了一个疑问，即是不是那些人只能看到世界上那些不好的部分。正是他的这种思想，让自己在失望的时候可以捕捉到一丝希望。与此同时，约瑟夫和妻子的关系也进一步恶化。妻子抱怨说，约瑟夫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对他好过了，即便是自己一周不出现，约瑟夫也丝毫不会有什么感觉。约瑟夫接受了妻子对自己的指责，也懒得和他争吵，他觉得憋得慌，打算出去透透气，于是拿起外衣就冲出家门，也丝毫不管外面是不是正下着大雨。约瑟夫就这样通过不放过身边人的一切经历来展开自己的思考。他思考欲望对人的侵蚀，思考工作对人的意义，也思考自我和他人的关系。他试图找到一个可以说服自己的答案，从而把自己的生活提升到一定的高度。而那些琐碎的千篇一律的东西，他尝试着避开。这就是为什么当他面对妻子的指责时，他选择了躲避。其实，当一个人不再把眼光放在物质上，而转而去追求精神层面的一切，那日常的物质世界对一个人也就失去了吸引力，人也会开始陷入沉思和自我封闭的状态。这时候，即便他们偶尔出门走走，也再也难以看到鲜花和果实，他们更多看到的是娇嫩鲜花和丰满果实下的土壤，以及土壤中夹杂着的污秽和肮脏。他们当然也有属于自己的财富，但却只是因为他们的思考有了新突破，他们找到了那个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他们的快乐不再简单是一份工作获得了多少薪水，也不是薪水比之前高多少，而是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有了一点改善，自己那颗漂泊的心是不是有了一个栖息地。那一处栖息地可以让自己无法安放的灵魂暂时获得安宁，那么这才是他们工作的最终意义。约瑟夫就是这样一步步靠着去探求一个问题的终极奥秘，才得以继续生活下去。我们看到，约瑟夫可以因为任何的一个人和一件事来展开思考，从而得到属于自己的答案。他就这样一边说服自己，一边继续着自己的等待。那么，冒雨走出家门的约瑟夫去了何处呢？约瑟夫不想面对妻子的指责，于是选择离开家，去外面透透气。实际上，在约瑟夫越来越觉得自己和妻子已经疏远的时候，约瑟夫就在另一个叫吉蒂的女人那里找到了慰藉。因此，他和妻子吵完后，就决定去看看吉蒂。离开家的约瑟夫去了离吉蒂家不远的地方。比起妻子艾娃，吉蒂一点也不勤奋，更谈不上聪明。但吉蒂身上的单纯、热情、性格豪爽、讲究实际，
却深深地吸引着约瑟夫。他们两年前就认识了，那时候的约瑟夫还在旅游局工作，他为吉蒂安排过一次加勒比海之行。游玩结束后，吉蒂表示旅程十分开心，并请约瑟夫帮忙鉴定他在旅行中所买回来的东西。因为这个邀请，约瑟夫顺理成章去过他的住所。那一次，约瑟夫深切地意识到，眼前这个女人其实对鉴定的兴趣还不如对他的兴趣大。约瑟夫并不隐瞒自己已经结婚的事实，但吉蒂并不在意。在吉蒂心里，他并不看重婚姻，他看重的是人。他们在一起开始聊到了关于婚姻和爱情等话题。之后，约瑟夫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见过吉蒂，直到他意识到自己的妻子艾娃已经不再迷恋他，反而开始享受独立，他才开始频繁去往吉蒂的去处。可即便是这样，两人的关系也没有超出谈话的范畴。他们懂得彼此，相处愉快。如果不是吉蒂暗示他和艾娃分开，两人的关系也许会更进一步。只是后来，约瑟夫越来越意识到，他的这种行为完全是自己的贪欲在作祟，他无法忍受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于是主动和吉蒂结束了关系。他们以一次长谈和平分手，因为在约瑟夫看来，一个男人必须懂得适可而止，不能放纵情欲，什么事都想干，不能满足一切人的一切要求。约瑟夫的这种说法让吉蒂感到失望，但是他更多的是欣赏。和吉蒂分手后，约瑟夫感觉到了解脱。之后的日子，随着约瑟夫等待应征入伍的日子越长，心情也就越加烦闷。这种时候，他总是选择去到吉蒂家里，以朋友的身份看吉蒂的同时，抽几支烟，喝一杯酒，享受短暂的惬意。距离上一次他们见面已经几个星期了，所以在和艾娃发生冲突后，吉蒂的住所就成为了约瑟夫唯一的去处。到了吉蒂家的门口，约瑟夫敲了三次门，吉蒂才姗姗来迟。约瑟夫看到吉蒂一边系衣服的腰带，一边从门缝中探出身来。从吉蒂不悦的脸上，约瑟夫捕捉到今天的自己俨然一个不速之客。约瑟夫十分尴尬，就说自己路过，顺便拿之前借给吉蒂的一本书。约瑟夫穿着已经磨破了的鞋子，雨水已经打湿了他的脚，但吉蒂并没有让他进门的打算。吉蒂让他明天去取书，但约瑟夫推脱说次日自己并没有时间。吉蒂想到了油漆。正是这个时候，约瑟夫向屋内看了一眼，他发现了另一个男人的衬衫正好挂在最显眼处。他意识到吉蒂如今正和另一名男子打得火热，约瑟夫觉得十分恼怒，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吉蒂就关了门。约瑟夫站在门外，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他乘坐电车径直回到了家。那一晚的风很大，他回家正看到妻子艾娃还在家里坐着等他，而关于他去了何处，艾娃从来不曾过问。艾娃也一直以为自己的丈夫只不过是按照吵架后的惯例出去散了散步而已。第二天早上，两人便很快就和解了。一周后是约瑟夫和艾娃结婚六周年的纪念日，两人决定当天晚上去庆祝一下，到一个像样的餐厅约会。但在约瑟夫去往餐厅的路上，一个人直接摔倒在了他的面前，他和被摔倒的人瞬间就被一群人围住。约瑟夫观察这个摔倒的人，他的舌头已经从嘴里伸了出来，嘴唇似乎也肿了。警察很快就来到现场，接着是救护车把摔倒的人拉走了。摔倒的人尽管已经离开，但这一幕在约瑟夫的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一个人就那样毫无征兆地倒了下去，
这让约瑟夫开始思考死亡这件事。等和艾娃见面时，约瑟夫为了不给妻子增添烦恼，丝毫没有提自己见闻。只不过，烦恼的思绪一直都缠绕着他，以至于吃饭时，倒下人的形象总会浮现在他和食物之间。约瑟夫食不知味，好几次放下叉子。对于约瑟夫的长吁短叹，艾娃则以为他身体不舒服。最终，他们六周年纪念日的活动就在索然无味中结束了。对于约瑟夫来说，在情感上，他和吉蒂的感情更像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他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人，在道德上，他无法接受自己在两个女人之间周旋，但结束和吉蒂的交往后，他又会觉得吉蒂背叛了自己，感觉到自己的身份遭遇了威胁，他的位置已经被另一个人篡夺了。实际上，他之前和吉蒂一起的深入交谈，表明他从未放弃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精神角落。那个角落是约瑟夫心目中一个十分温馨的地方，可以让人感觉到温暖和舒适，它等同于真正意义上的家。只要在家里，就可以躲避外部世界的风雨。这个角落就像是一个暖炉，在严寒的冬天，只要人靠近，就可以感受到温暖。也正因为如此，让他和艾娃疏远后投入了吉蒂的怀抱。而吉蒂的背叛对于约瑟夫来说，导致了自己精神世界的崩塌。他的烦闷更多是来源于这个层面。至于约瑟夫内心的灰暗和绝望，我们可以从他看到的一切令人沮丧以及只能看到灰暗景象中表现出来。而从他对摔倒之人和警察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出约瑟夫其实并不愿意做一个孤独的旁观者。他是一个旁观者，但更多时候是想通过旁观来找到那些让他疑惑已久的问题的答案。我们看到了约瑟夫在寻找精神角落的过程中遭遇到了失败，他和吉蒂的柏拉图式恋爱让他有过短暂的快乐，但这些很快就一去不复返了。约瑟夫在和妻子疏远后，试图从另一个女人身上找到慰藉，他的这种行为其实是他从未放弃过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角落。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向任何目标靠近的过程中，都需要经常和自己对话。接下来，我们就看看约瑟夫是怎样和自身交谈的。约瑟夫第一次与自己聊天，差不多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交谈的过程中，他开始思考生活在同一世界中不同人的表现问题。他发现，大部分人依旧是相似的，但少部分人却是例外。他想要知道这其中的原因。他最后的结论是，人应该通过理智来接受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而不是逐渐被这个世界所孤立，或者主动选择自我孤立。对于自己原本不接受的事物，逃避也不是唯一的办法，因为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世界就和我们形影不离，我们不管做什么都无法排除它对我们的影响。即便是约瑟夫在等待征兵入伍的日子中，也没能逃离世界对自己的影响，让原本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他在公开场合和人发生激烈的争吵。约瑟夫的吵架行为说明在情感方面他已经逐渐受到了周围人的影响，但这样的影响是很私人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吵过架就说他被这个世界影响，从而变得和以往不同了。我们同样也不能通过一个人的一种行为来定义一个人。接着，约瑟夫和自己再一次进行了交谈。这一次，他分析了战争和自己困在一间屋子的情形。他把自己糟糕的现实处境一一告诉给了另一个自己。他不想违背良心去回避
或者淡漠他那一代人在战争下的遭遇。他也不想竭尽全力保全自己的生命而不顾其他人遭受到的伤害。他真正想要保存的是自己正直的思想。而关于战争的问题，他认识到战争不能改变世界，不能决定生存。因此他在不能逃避战争的情况下，他选择冒险求生。就像他曾经挺过了童年的种种疾病、重重危险、渐渐世故，才成了现在的约瑟夫那样。虽然战争已经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的到来。人们应该要像抵抗疾病一样去抵抗它，只有这样，大家才能生存下去。这个时候，人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对自己负责。对自己负责主要表现在，人要接受生活，接受世界，并设法在世界上活下去等多个方面。接着，约瑟夫与自己交谈的话题变成了谈论团队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为了得到团队的好处，个人就必须要做出一些牺牲。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人就需要牺牲自我，服从团队。这就需要有一个人知道团队中每个人的底细，比如弄清团队中每个人的身份，进入团队的目的，对目标的态度。只有了解了这些，也才能向同一个方面出发。我们每个人的不同经历虽然对自己都有很大意义，但是如果追求一致，那些不同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但如果一个人因为自我的目标最终让自己变得面目可憎，那他其实失去了自己。他们开始变得对世界毫不在意，把目光总是对着自己。而约瑟夫的最高目标就是寻求自我的解放，所以他真正需要做的就是停止我行我素、碌碌无为、专为自己的生活状态。约瑟夫甚至承认，他一个人什么也做不好，他需要依靠团队完成自己的目标。就这样，约瑟夫通过和自己的几次对话，把自己的困惑逐渐想清楚了。他知道自己应该回归社会，去追求他的最高目标。如果说这之前他在思想上有所进步，那在小说的结尾，约瑟夫也在行动上有所改变了。他不再排斥回家看望父亲和继母，他主动修复先前恶化的家庭关系。在他的努力下，他和自己的妻子以及哥嫂的矛盾也在开始慢慢化解，恢复了和谐。虽然这一切才刚刚开始，离他想要建立起的那个团队还有距离，但无论如何，约瑟夫的这种愿望正如他在灰暗破败的巷子里看到的那只彩蝶那样，虽然相对微小，但它毕竟是一抹亮色，同时也是孤独沮丧之人心灵的天空中那乌云背后的一丝光明，为他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其实约瑟夫通过和自己的对话，很多困扰他已久的问题都渐渐有了答案。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大多人都有困惑，但很多人却难以静下心来找到自我困惑的根源所在。他们任由自己的困惑滋生，却并不去解决问题。通过约瑟夫，我们开始明白，要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离不开与自我的深切对话。只有一次次和自己进入深入对话，才能够抵达问题的本质中心。而《晃来晃去的人》一书的作者贝楼安排约瑟夫和自己对话，这不仅是为了让约瑟夫对自己的问题有个更加清醒的认识，而且贝楼还想要借此表达自己对美国文化的一些看法。贝楼虽然不回避人们呈现出的各种状态，但他更想通过描写一种状态来展现人的伟大之处。好了，《晃来晃去的人》这本书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随着被囚禁在一间房子里的约瑟夫一起，知道了他的最高理想就是要求得自我解放，而要求得自我解放，就要停止我行我素、碌碌无为、专为自己的生活。
我们一起读完了索尔贝楼的《晃来晃去的人》，我们看到了一个总是活在自己世界中的人是如何非常敏锐地在洞悉周围的一切。在这个过程中，他因为没有工作非常焦虑，但他一步步靠着自我拯救走了出来。约瑟夫就这样帮助作者贝楼展示出了自己对社会改变的一些想法，同时约瑟夫还通过检讨自我、追寻自我、拯救自我，找到了困扰自己问题的答案。就一起看看这三个阶段。任何人要自救，都需要在各种困难和各种诱惑下进行长期的自我探索。社会的高速发展滋生出的各种物质，势必会让人觉得眼花缭乱。当人在物质上不再有什么负担时，他们对关于物质上的欲望也更容易得到满足。这种满足是表层的，但却阻碍了人们对自身价值的追寻和实现。久而久之，人就会变得只看重自己的利益。面对这种情况，需要如何做呢？作者贝楼给出的答案是，我们要学会自我检讨。自我检讨是对人性探索的一个开始。实际上，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少伟人诞生，他们能够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他们都有自我独特的精神，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人。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学会了自我检讨，时常反思自我的不足。纵观约瑟夫的经历，他本是一个没有经济收入也没有工作的男人，他几乎是靠着自己妻子的供养生活。他在等待应征入伍的日子里，虽然感觉到了生活不尽如人意，但更多时候他对生活是充满希望的。这份希望的来源就离不开反思的能力。他遭遇了很多诱惑，但同时也靠着自己在各种诱惑中全身而退。与那些随波逐流让自我本性尽情迷失的人不同，他在自我检讨中保持了本性，思考出了自己的人生追求。当然，光自我检讨还不够，约瑟夫还没有放弃自我追寻。约瑟夫在等待入伍的日子里总是被各种烦闷缠绕，似乎那段时间他再也难以体会到活着的乐趣。他对周围人冷眼旁观，不在意和身边人的关系，即便是自己的至亲他也疲于应付。独来独往成为了他的习惯，他甚至短暂地在这个习惯中获得了一点点满足感。我们能够感受到他没有朋友，害怕见人，对亲戚唯恐避之不及的心情，也能看到他的生活是如何早早地变成了一潭死水，毫无生气。就这样，他的生活渐渐没了目标，那个让他向前行的动力失去了，他在慢慢变成一个行尸走肉般的人。难道他不知道自己正在走下坡路吗？他当然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他面对别人的指责和挖苦，总是比别人表现得更加难受的原因。他对自己遭遇的一切怀有十分矛盾的心情，他的孤独不仅来源于别人对自己的不理解，还有他不得不遭受的一切不公。面对这一切，他毫无办法，也总是处于相对被动的局面。但好在，约瑟夫没有就此颓废下去，对于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总是可以找回来，然后继续下一段旅程。他每一次把困扰自己的问题思考清楚时，他的自我追寻之路也就向前跨了一大步。他在两次和自己的对话中，说服自己无限接近问题的最本质中心。其实，何尝不是他自己执着地在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一点亮光？这点光哪怕十分微弱，但却可以照进那个他为之苦了很久的世界。如果说自我追寻是我们可以走上新生活的开始，那接下来还需要持续进行自我拯救。
作者贝楼的很多作品都会涉及自我拯救这个主题。也许在我们大部分人的印象里，自我拯救的时机应该发生在最困难、物质最发达的时期。但实际上，自我拯救却发生在完全相反的时期。因为时代剧烈变化时期，也正是考验一个人人性的时候。我们如今接受资讯的范围扩大了，死亡、绝望、荒诞、生活的不如意，几乎每一日都在上演。在这样一个不确定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的时代，只有懂得自我拯救的人才能够走得更加长远。从约瑟夫这个晃来晃去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人的身份危机。他只有名字，却没人知道他的姓。他在美国长大，能在那里读书和工作，却始终没有取得美国国籍。他依旧只是一位加拿大侨民。而从他对自己和家庭的描述，我们可以意识到他是一个犹太人。这似乎也就注定了他在书中将作为漂泊时代的代表性人物出场。作者贝楼就是这样靠着约瑟夫一个人来写我们大家都可能遭遇到的共同困境。放到今天来说，如果一个年轻人在顺利完成学业以后长时间不工作，也很容易就遭受到亲友的质疑。大家会觉得他在继续啃老，当他遭受外界和自我双重压力的折磨时，同样可以让他像约瑟夫一样，慢慢就失去活力，失去了生活的话语权。这个时候，他也许就需要想清楚，自我的价值和自我的追求到底是什么。只有想清楚这一点，他才可能有新的改变，新的突破。正如约瑟夫在意识到自己是时候停止那种碌碌无为、专为自己而活的生活时，他果断选择了要去人类中寻找自我的价值。他最终毅然决然地立即入伍，选择把自己融入到普通的战士中去。在他无不自嘲地写道，我不再对自己负责了，我为此而喜悦，我掌握在别人手中，接触了自觉的包袱，自由取消了。在他为有规律的生活欢呼，为有精神的监督欢呼，高呼兵团组织万岁时，这本书也就走向了尾声。而留给我们思考的，也许是他正在和这个世界建立一种更加积极的联系，以及他从未放弃过去获得一种更加积极向上的生命力。喜欢这本书的话，就在留言区与大家分享你今天的听读感悟吧。